现在2:39啊，从这边开始骑车到二厂商贸城，距离呢是31公里，看需要骑多长时间。中午吃完饭呢，在这个商场逛了一逛哈，找不到这个合适的这个装备，还是在网上订吧。在网上订的话，可能要到21号才能到货。先在家里边骑2天吧，锻炼锻炼。京开大道，然后到前面到中原路，一直向东走，路过一个红绿灯哈，中原路，然后一直向东，一直骑就行了，到黄河路。还是感觉有点累哈，这大概骑了有个2公里，现在到黄河路了啊，大清路交叉口，挺累的，骑了6公里了，朋友们，啊，碰到一个公共厕所，休息一下。路过一个超市啊，买瓶水，补充能量。到前面就到濮阳的东边了，106国道，从那边骑再到二厂还有20公里，差不多骑了10公里了。这放一瓶水刚好。前面这个路啊，就是106，南乐、北京、东明、长远。现在是3:26，上次我骑回家用了3个多小时，今天我感觉2个小时就应该差不多了，毕竟咱这是新装备啊。听这个骑行的老板说哈，刚开始骑不要骑这么远，慢慢一点一点来，不然的话你一下子伤到了，看到自行车就够了。这边就是106以东，我们的房子呢就在这边，在那个方向。现在骑行了17公里啊，4点整了，路过了一个二强大锅菜啊，没有开门。这个平均时速我看了啊，1个小时最多能骑个15公里，一天如果说骑6个小时的话，就能骑90公里。我也不知道别人能骑多少公里。现在是累得真的不行了，都想休息休息。哎，天黑之前赶到家里，所以到目的地呢还有15公里。现在还是没有加帐篷什么的啊，如果再加上40-50斤的重量驮着的话，会骑得更慢更累。骑行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大爷骑着去哪里啊？到这儿回去了。好，骑多少公里啊？一天骑50公里啊？那可以啊。50公里下来需要多长时间？4-5个小时啊。累不累？哈哈，挺好，锻炼锻炼身体啊。对，刚买的。你这个车多少钱？一样的吗？啊，你买的多少钱呢？3000。啊，差不多还是一家的呢。啊，现在到这个井下了啊，省道214，一直走都叫濮城镇了。现在出来井下了啊，这个相机快没电了，还有10%的电。总算到目的地了啊，采油二厂，过了前面向右一拐就到了。现在是4:40啊，骑行了29公里吧，29.7公里，极速33。均速14，行驶2个小时06分钟。
这个相机也马上没电了啊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我们明天再见。这啥拍照个顺了？今天我对的青灯派舞啊啊，青灯派舞，一会儿再沾点灯光，装啊。排骨炖好了啊，还是海超哥的大厨。啥事？有天我听说你要骑行上昆明了，别去了啊！你搁家吧，给我下乡包着去。你上那去路途太远，不放心，别去了，搁家又吃又喝了一样，还能挣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中午12点啊，吃饭了啊。海超哥的炖了这个排骨啊，炖好了。喝点吧，黑超哥。多长时间没见你了？嗯。啊，这发型还是弄了些刷刮。哎呀，咋弄？没钱。我这个吧，这个一百多块钱，反正也不贵，也就有。中，哎，还闹号拉拉了，都管我不挑酒。啊。修理看见我跟你喝，又该说了。那屋里还有。嗯。还半瓶。就满味儿。中，这黑超哥炒的这个肥肠、猪头肉啊，都是硬菜。这饭店了，这一盘子的肉，最少38。啊？这一盘？50。啊。但是我前天刚发现吃要50。50了。嗯。那猪头肉炒真好吃。来，黑超哥弄一个。来。嗯。你说让你那个准备整下乡包桌了？刚订了这个两，目前订了2家了，就是立马给联系这个结婚61。啊，嗯，中，这是个正事儿。嗯，包了450的包桌。他就怨声，今儿是真饿了，平常没吃过肉丸，嗯，还得吃俩馍几个。你来了，当然了呀，比待客之道啊，不喝不喝又喝上了，酒也不好，不中，手里看见了该凶我了呀。他做啥呢？他吃了娘呢？不是，味儿咋样？有味儿呀，弄了好着了。吃饱来了，当然老远了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也排骨这3碗喝啊。嗯，中，吃了2碗了，不恼。行。嗯，啊，我这加一米也用啊，就是天也冷了啊，别去了，路途有点远，家人也不放心，不行都别去，都等我家，给干包桌啊，我会再下乡。我这啥也不会，给你干包桌也都管了。我教你啊，嗯，打个下手，慢慢学。嗯，哎呀，这车子都买了，你不能舍了我，要是说不骑得去。咱都当成减肥了，来回的骑，我朋友，锻炼身体，你一个月以后能得瘦30斤。那得减肥啊！你瘦完了，我说比现在好看多了。是啊，必须得瘦完了。坚持。咱到年底再瘦到40斤。中，来黑超哥。再说干都干。呀，不喝又喝上了，都戒酒了。你来了，咱我这个给你们高兴。那少喝点吧。少喝点啊！啊，别喝那多。中。哎呀，黑超哥弄这菜硬气的了啊！排骨，这个肥肠啥了。哎，吃了第6碗了，这都。我说这贵着了，这比搁饭店吃强。咱自己有那手艺，搁饭店了吃啥？是不？搁饭店了吃去，没有个这个150块钱都下不来。但是这个艺多不压身。是艺多了不压身。哎呀，吃上这个肥肠吧，有10多天没吃这个肥肠了啊。呀，小春啊，咱买这肥肠。嗯。这肥肠那个咱买了。苏爪，哇，老爷呢哈？好管。嗯，真五件。嗯。这个是真饿回了，可能有点饿气了。我给你弄点花的。啊、嗯。来。呀呀，真能吃啊！呀。呀。来了。一会儿晚上你给我上朋友。啊。因为那公司领导安排好了，1000人包桌。啊。一会儿我们实在买好，我一会儿你给我帮忙去。中，还找个中。我这两天设备没到了，我得跟你去，给你穿2天去。你跟着我干就行了。
啊，没事，别出去。总要给你赶好了都不出去了。啊，那路途有点遥远。啊，中。上家干嘛？啊。哎呀，咱这个骑行了，暂时先不去了。跟那个海潮哥各家帮几天忙，再加上最近那个冲冲冲，嗯，啊，看哪个，然后招呼都给你切菜弄，中吗？嗯，再一会儿再上票。冲冲冲，好嘞，啊。